哎，大家都晚上来，来，干一口。多少父母默付出，为我做的历历在目，对你的爱不说也清楚，不知不觉已没有你呵护。 怎么，故意找我来，不是让我陪你喝闷酒吧？听说你在凑一份反日分子的名单，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吧。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名字。谁呀？孔令杰。孔令杰，他不是你儿子吗？你是不知道名单上的人会被怎么处置？ 还是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人枪毙啊！你放心，我没那么狠。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还不至于推他去送死。都是因为他不肯离开新加坡，才让我们一家人困在这里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的厉害，让他乖乖地跟着我们一起上船。嗯，那不好意思了。 我对你们家的破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也不会让别人白白占我的便宜。等等，你觉得会让你白做这件事吗？你觉得老爷子会眼睁睁看着他儿子被带走吗？到时候，你不是又可以捞一笔油水了吗？至于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吧。